瑞芳站，快到使用咱们这个港，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3年1月1号，瑞芳，瑞芳站快到，西虹快到了，9:02，首班车是4178次哦。昆明巴士救援现在刷到1500行程了，我已失权了。大家先去回家吃个便当，傍晚再出啊。右侧开门。右侧开门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。看我刷的用外行程了，在瑞芳站停靠了。开车门，新年快乐！我这才赶快去买这个蛋啊，吃这个来限量蛋啊，限定品，就是为了台铁也公司好了，好啦，加油啊，站长！谁去啊？是吧？1514。你刚开什么？都跑去休息了，哦，难怪啊。啊，十点，拜拜。2500，然后再讲，再来讲，2:00。